晒太阳，还有很热的感觉。你要把它拿起来哈，差不多，这个这样，交到这个腰间，拿这样，最后一个就是拿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有的人都是用这样啊，可是你那个，你那个手的大小，手的大小不够，对，对对，那你就是用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可以吗？这最后一个是对折。然后敲到腰的中部分，然后你就把它分成单三等分，这个哈，这个铅不能挂网啊，挂网甩不开啊，不能挂网。对，它这个铅呢，它会挂网，它会跑过来这边嘛，跑这一边你摔出去的时候，它就挂网，不会开。对，你这样，哦，不懂。对，因为你它这样挂网的话，挂这样你就甩不开的，挂在网子上，对，你就不会开的，你看就变这样一坨，然后知道吗？你就一定要把它弄开，要那个这样哈，对，排队很要精准，三等分，你这个这样剪网就是要把那个铅不要给它挂网，你看这样有没有？不能挂网。然后这样，你差不多三等分，这样拿起来，用这个靠这个手指头，这样就好。你这个用甩子用这里甩，这一手甩，这样甩嘛，你把它小拇指才可以放直，好的，你试试看吧。在心里面还可以，你在手上还要控制嘞。对。不要往我打哪一边嘞。石头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好，那你试试看吧。老师先试。我试试看吧。啊，可以。那这个试试要这样，但是你用左手。看起来很简单，可是实际上甩就不知道了。甩就靠腰力。靠腰力。对。你腰力不够，你就没有办法。你要看一下，我也不能待太久。对，对，好，这样才会到腰间。够吗？到腰间啊。这全部，全部你没有办法抓。对对对对。所以我以前用的是很小只的，所以。对，你就是这样。抓在这里。对。那个，阿干，你拿用哪一手都不管你。对，应该要排队。对。要很好的。比例怎样？但是。很重吗？
没有那么重。这个差不多有八磅，八磅左右。这里来的是八，没有，到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对。对，三份。对，三分之一。啊，对，哎，标准的、啊。然后。对，然后小拇指挂在这里。小拇指要挂在这里。你要先把它弄好，好，对，啊，你用甩的，把它甩，哎，你是这边嘛？你站在这边甩嘛？对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对，但是你这个放得太快，你后没有，你后面哈，甩就是后面要抬高一点。啊。哎，抓这一只，试试看。没压力啊，没压力，甩不开啊。有点重哎。对呀、啊，但是要快啊。我应该是先放左手，再放右手。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。你是左手，先把它甩出去，它就会就这样，手指去那个后面，就不要放。最后开就对了。对。啊，这急了，快救了，快救了。没有关系，甩出去就好了。掉啦，没有掉啦。哎呀哈。